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轩。我是芊芊。我是珊珊。我们最近呢一起写了一首歌，叫做一起的童年，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收听。创作的过程里面，哦，这里面有很多的情节都是来自于我们日常的互动，像是歌曲一开始的时候说，天空门要打开了，我们要去，本来是电梯门。对，因为本来是电梯门，那为什么是本来电梯门？因为本来就是我们住的那地方啊。对，那他们在冬天的时候，可能他们刚被拎起床就要去上学，我带他们去上学的时候，他们都不愿意，我就会假装说，看，就等一下，我们都穿得很厚嘛，我们就像太空人一样。所以等一下呢，当电梯门一打开的时候呢，我会感觉到像是开就外太空的那种冷风，啪，这样子过来。我们电梯就是我们去太空漫步。对，我们想说，那我们一起要准备太空漫步咯。OK， 三二一，一打开了，我就哇，好多风，好大哦，就这样。所以那句歌词是这么来的。那当然，当我们实际当小云老师把它在谱成曲的时候，可能也就是考虑到不是大家都家里面有电梯嘛，所以他就想说是天空门要打开了。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妥当。恭喜小儿子 YouTube 频道开讲了，记得订阅小儿子 YouTube 频道哦。